下面还有个黄色的。再来一点。大弄吧，我靠！这么多碳，我操！哎呦，黄！倒完，往里面踢。慢点，好，等一下。可以。可以吗？捞一。后面去了呀，倒了，再那个了。你呢？不行，算了。那就这样呗。来，张二维通吧，张二维洗吧。哇！干嘛？我还是用脚，要一个。有灯光吗？可以照一下。还有两套，有小人，还有鱼，三种鱼。别弄了。啥呀？加漏去了。老张，先加漏去了啊。行，洗干净啊。再拿一个模型。不是什么。不要了，老大。我已经看到你踩不住了。你看，他最后那一个是吧？最后那一个还行，为什么到这个又变成这样子了？Thank you.